一艘参观泰坦尼克号游轮残骸的载人潜水器十八号在大西洋海域失踪。据估计，失联潜水器的氧气已经在当地时间22号早晨耗尽。经过多日搜寻，当地时间22号，负责组织参观的海洋之门公司发布声明表示，失联的五名潜水器成员已经全部遇难。同一天，美国海岸警卫队召开新闻发布会，对相关情况进行了说明。当地时间6月22号，美国海岸警卫队召开新闻发布会，确认当天早些时候发现的残骸是失联潜水器的一部分，残骸状况与潜水器船舱发生内爆的情形相符。在场的专家表示，潜水器可能在失联时就发生了爆炸。This morning, an ROV, a remote operated vehicle, from the vessel Horizon Arctic, discovered the tail cone.Of the Titan submersible, approximately 1,600 feet from the bow of the Titanic on the seafloor. The ROV subsequently found additional debris. In consultation with experts from within the Unified Command, the debri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catastrophic loss of the pressure chamber.美国海岸警卫队表示，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结论，将继续进一步的调查和搜索。不过，尚无明确信息表明由何方主持针对本次事故的调查。这艘失联的载人潜水器在当地时间18号6点左右下潜，入水约1小时45分后失联。潜水器上载有5人，包括一名船员以及参与观光的商人和探险家。组织参观的海洋之门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斯托克顿·拉什就在这艘失联的潜水器上。